OK， 展示一下。创意我觉得是满分，可能手工能力没这么强。非常开心能够留下自己跟乒乓球相关的一些小创意、小心思。哇，你看这个很酷哎！其实不用穿绳，是可以用那个对直接粘上去的。到最后一步，我发现了，你粘的那个说不定交易失效，它就会整个掉下来。对呀，许昕怎么能掉下来呢？你是不是还留言了？嗯，我看。你真的感觉找到了童年的快乐吗？对。哪一幕？我觉得就是聊天的时候，不像平时生活的节奏这么快，现在很慢下。昨天我们好几个人围攻他。那我觉得这种聊天的方式是很快乐的，很轻松的。是吗？嗯，不一样。我也很快乐。我们几点比赛啊？我已经备战了一夜。我给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，整个平江乒乓界轰动了。它是平江，不是在白四村。不是，我们不止白四村，就是整个平江知道他要来啊，整个平江轰动了，然后来了一些高手，平江的高手。请问你有压力吗？我有压力啊。你的压力来自？我没有拿过这个平江的冠军，但是我不会输的，全力以赴打每一个球。今天有平江许昕，他觉得他练了这十几年，是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到了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更要证明自己，捍卫我的真名。全平江的乒乓球高手都来了，全国人民都在看呢。没事，全国不怕，打的是世界那一块的。嘚瑟啊，很有大将之风啊。但是你不觉得吗？世界这块的高手，你都会分析他的打法。民间高手，你不知道他什么百花齐放，什么路子，什么路子都有，完全打死老师傅。对，我们见过很多野路子，这个是国际比赛是见不着的。我就是啊，野路子。我拿了一个东西，请世界冠军帮我们那个房间取一个名字。你写个什么呢？你的房间吗 ？Superman， 啊 ，Superman， 那就是世界上的世界这块的。嗯、来，由您亲手挂上。谢谢。我们几点出发？板子那边，你都弄好了吗？这个还要描粗一点。加一些颜色，我觉得。对。要清清楚楚，大的就把这个画圆圆一点，卡通一点，画一颗小爱心，好看。画完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生活的路牌，噔噔！哇，这个太阳我要搞一个。哎，这怎么会是这样的？我给你加了。哦，你加的，我本来想加个绿色，拿错了。没事，直接可以盖上。我说，哎，这好像不是我昨天画的样子。哇，这颗星我也要加入一个，太阳和一颗星。哎，你干嘛改我的心？没有，他是想多涂一下。哦，他想多涂一下，他想过过瘾。我也加入这个星，我也有星。我也有。对，再加一下。你加入这个心，给你涂个心，都秃了，涂成3D 的了，秃皮儿的，真的秃噜皮儿了。那我们一会儿要把这个拿出去吗？要。好，我来拿吧。哎，这个动作是可以挑两桶水的呀。可以啊。给我挑个水呗，我这个正好能放两桶水。啊。如果是这样，你行不行？就把这个牌子放在下。我不骑了，骑车还要戴帽子，我就骑自行车吧。你骑自行车还可以拿那个吗？怎么拿啊？你这个牌可以这样子一路骑一路走啊？你算了吧，别。我骑慢一点就行了。你不要受伤啊，你手很重要的，你是代表我们国家的，弄受伤了就吃亏了，你还要比赛啊？不会的，放心，我没有这么脆弱。你的身体是很重要的，怕你路过别人直接给扎到别人。哦，我怕给别人。那个没事没事，那个没事，只有娜娜那么笨会走过来。他是担心你，我是担心别人。走。
哎呦，这乡间骑着单车真舒服。呦呼，走，世界冠军，骑快点啊！我怕我骑快点，这个误伤啊。这有没有地方可以插？这里，这个好。这样行吗？这样非常好。啊，好可爱啊。哎，我们跟他拍张照。没